哈利路亚，亲爱的姊妹，大家高早平安，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感恩。今天人吼，咱知影讲是上帝所定的日子，伊手术好咱的这个白净罪。阿门。所以这时阵，我要邀请你，咱做阵呢来祈祷。哦，亲爱的天父啊，我要感谢阿罗哩，感谢你手术耶稣你的独生子来给阮。哦，亲爱的主耶稣，阮也要感谢阿罗哩，你真做阮的救主。哦，亲爱的圣灵啊，阮也要感谢阿罗哩，因为你常常甲阮同在，你常常甲阮三甲弟弟。今天你早起，阮众人来到你面前，就是要欢欢喜喜的来敬拜阿罗哩，因为阮全心的来信靠你。阮安尼祈祷是奉耶稣的名祈祷。阿门，阿门。来，请兄弟姊妹，咱做阵来站立，咱要大声唱。咱知影讲，咱信靠天父的人拢是有福的。主的祝福必定满满，因为咱知影讲，咱会晓来信靠伊，不管咱的日子过到怎样，上帝伊会听，永远无改变。上帝会听，永远无离开。兄弟姊妹，咱来到主的面前，
看到感恩的心，专心的向你来唱。感恩三罪判，
哦，主啊，天父啊，你看到众人在你面前的敬拜和阿罗，愿你的天顶安会看来的时阵，欢喜的活力，一切荣耀、颂赞、权柄，拢要归乎你。我们的祈祷是奉耶稣的名祈祷，阿门，阿门。阿弟姊妹，在你你爱未坐落去静静，好唔好？你甲孙姑别人讲，耶稣爱你，耶稣爱你。当来请坐，这时阵啊，游玩的要带着一感恩的心来举行今仔日早起的奉献。我邀请食台湾来务必，咱也要为着今仔日的奉献，咱同心的来祈祷。我亲爱天父，亲爱主耶稣，亲爱圣灵，你是祝福满满的源头，你的恩典真够呀。你的疼痛永远无离开，主啊，你就是遐尼爱好，遐尼爱美善，所以主啊，你的爱，你的疼，长宽广深，我将连家己有拥有你遮尼啊好的疼，我嘛要将这个疼来分享出去，所以主啊。这时阵，我来到你面前，就是要甘心的乐意，从小小的金钱来摆上，愿这个金钱会当真侪，搁较侪人会祝福，搁较侪人会帮衬，也会当来扩大你家己的国度。我安尼祈祷是奉耶稣的名祈祷，阿门，阿门。经过足长的日子，咱拢知影讲，要怎样奉献的方式，咱拢知影讲，咱会当用手机吼，就是用 PayNow， 啊嘛会当用银行这个网上来转账，啊会当来写支票哈，咱大家拢已经是真正熟，真正熟啊吼，要怎样来奉献吼？因为你心意上帝，伊知影。上帝伊要加倍加倍的祝福，因为你就是遐尼爱听咱的天父，听咱的主。阿门。伫这时阵，我嘛要将时间吼交予咱华文部的秀珍姊妹哈，伊要来为恁做一个特别的报告哈。我将时间交予秀珍姊妹。大家平安，今天我来到这里就是要来介绍我们的这个团队赞美操，每个星期六八点，七点到八点，每个星期六七点到八点，我们在这个外面这个停车场，我们会有这个跳赞美操。这个赞美操是一个感恩喜乐的赞美操。我们希望今天的介绍让你们真的会心动，也能够加入我们这个团队里面。这个赞美操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因为它每一首诗歌都是用神的话来赞美我们的神。所以是一个很好的运动，不但能到使到我们的心灵健康，我们的身体会健康。所以你要活就要动，要动要一个选择一个健康的一个运动，就是赞美操。这个赞美操是我们的创办人就是胡美英老师，他在台湾，他七十岁的时候，他从这个美国来回到台湾的时候，他在寻找一个运动，但是他找来找去就是没有一个适合他的运动，结果他就经过他的祷告，经过他的向神呼求，他就了创办了这个赞美操。这个赞美操从到现在从他创造现在已经从第一集到第九集，而每一集里面都有十二首的诗歌，里面有静的敬拜，有动的跳跃的有氧运动，还有一个全体的一个运动，所以非常棒的一个赞美操。它每一首每一集它都有它的一个主题哦，所以现在我要来介绍就是我们这个赞美操哦。
这个 logo、哦、就是上神把我们一家人，就是家赞美操的一个家族圈在一起，一起的仰望神哦。然后这个制服就是蓝色，是指是说天空蓝色，神的宝座就是指蓝色，代表蓝色。这绿色呢，就是说有生命，有什么希望。哦，就是当我们有希望、有自由的时候，我们就有盼望。然后这个粉红色是指说一个爱，这个爱是一个温柔的爱，是一个就是不是很激烈，是属于比较谦卑温柔的爱。所以我们每穿上这个制服，就是把信望爱穿在我们身上，就是把神的宝座穿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在跳操的时候，你真的是用一个敬拜赞美来跳这个操，然后你会感到你的灵很释放很自由，来赞美我们的神。所以我鼓励你们当中，如果说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跳这个赞美操，欢迎你们每个星期六七点到八点就在这个停车场加入我们这个团队。这是一个团队，大家聚在一起赞美我们的神。所以我介绍就这里。阿门，阿门。啊，简单的我来翻译哈，就是讲哈，啊，你人拢总在个 exercise 啊。啊，愈老就爱愈 exercise 啊！啊，愈老唔只是爱 exercise 哦，你 exercise 哦，你咧 exercise 时阵，你嘛着爱吼俄罗上帝吼！啊，咱大家起来，透早起来有俄罗上帝无？有无？左手是倒落，左手，左手是平安，右手是喜乐。耶稣的盼望拿倒落，我的心感谢主。今日是甚物日子？今日是特别的日子，甚物日子？父亲节，父亲节，我们现在隆重的 father grandfather 祖公隆重起来，站起来啊！你做阿祖的，做阿公的，做爸爸的啊，会使隆重站起来哦！感谢主啊，当今啊，那人吼，好真正实在的礼物啊！吼，这个礼物吼，你人一个看就知影是啥物咧，买。这双鞋吼，无论脚大脚细，拢会使穿。不但安尼款，福建部门咧真正忙运，因为阁有咧人报效吼，即个另外一个礼物就是咧迪奥 Happy Father Day 迪奥。所以现在咧招待员咧收礼物的时阵咧，啊，好不礼物唔是收礼物吼，讲啥啦咧？歹势歹势，哦，招待员咧啊。这是什么款好礼物了哈？你人拿着礼物的人站出来，因为我呗叫那人诶 Simon 啊牧师来为你人做这个祈祷，来站出来，收着礼物的拢做爸爸站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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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到头前好不？站到头前，来来来来，站到头前，爸爸，爸爸，来来来，阿公，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隆重站到头前，来来来，我叫 Pastor Simon 哈，伊也是一位爸爸，你做阿公了未哈 ，Pastor Simon， 你做阿公了啊？哦，安尼我叫 Pastor Simon 哈，来为你人隆重的爸爸祈祷哈，来隆重的爸爸出来，行出来，好不？行出来，隆重爸爸来，感谢主，哈利路亚，咱今日真有福。哦，呀，咱人真正有福，哦，诶，的确，咱信靠主的人。来，隆重夹一摆啦，卖歹势啦！哎呦，我做爸爸，你歹势，出来啦，唔通歹势啦，好不？隆重爸爸唔通歹势啦，吼！啊，你看哦，嘛。啊，说妈妈拿这刀吼，妈妈，妈妈，啊，等你哈，会记哈，和爸爸一个 kiss kiss 吼，啊，卖袂记吼，你知影牧师的做法是 kiss kiss 吼，啊，
OK， 来，龙总，徛个哇嘞，徛个哇啊，龙总啊 ，Jason， 徛个哇啊 ，OK， 那叫 Simon 牧师是啊，梁西门牧师来为你能做这个基督。阿门，感谢主，今仔日咱会通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已经奉献的恩典啊。的确，信靠主的人真正有福。咱阿头祈祷，亲爱天父，我满心带着感恩的心、报恩的心，今日咱人会通甲弟兄姊妹咱来庆祝父亲节，我真正感恩。今仔日我求主的赐恩赐福，可咱每一个做阿公、做爷爷的吼，做伯老伯爷，每一个。都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接着这个特别的日子，咱人教会特别为咱安排这个庆祝。主啊，求主的圣灵大大恩膏感动充满咱人每一位弟兄，可咱人拢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主你的福气。因为咱人一生的祝福，就是咱的确要认捌咱的主耶稣，咱一生的福气。就是要信靠咱的主耶稣，今日来到主你面前，无论信主还是未信主，你拢听我人，你拢爱要施恩施福给阮，所以阮感恩，我人懊恼，求主你施恩给咱每一个，做阿公、做爷爷吼、做老伯，咱今日来到主你施恩帮助，来领受你的丰盛的恩典，甲丰盛的福。我感恩，求主的赐福每一个，让从阿公爷爷的吼，做老伯吼，让人即刻来个主的面前，我人就是爱挖苦主，来跟对主耶稣的脚步行，因为你特别你纪念咱人做父母的，今仔日就是即刻，咱人做今日有机会来孝顺，来尊敬咱的老伯老母，所以我感谢你，求主你的灵。继续在我们的心里感动主工引导我们每一个人都靠主的爱触摸靠我们会特别的经历主你自己的恩典你自己的爱靠我们每一日都带着一个感恩报恩的心来跟随我们的主耶稣的脚步行主啊求主你施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你靠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阮什么时候软弱，就是什么时候刚强。因为主你的恩典在咱每一个人身上显得完美完全。主，我感谢你，求主的圣灵大大感动。我们大大让领受这个教会所受苦人的怜悯，但是更加重要的，让心内有领受主的爱、主的恩典。感谢主，求主的继续看顾咱每一个，可能每一个人。老爸有阿公阿爷爷有智慧来引导咱全家人，能归向咱的主耶稣基督。主啊，我感谢你，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能归回咱的天顶的爸。哈利路亚！我安尼在感恩基督，奉主耶稣圣名求。阿门，阿门，哈利路亚，阿门。的确的，你人看你人这双马，就是头先呢，咱的牧师为恁祈祷的，就是伊人的脚步和耶和华立定，伊的道路耶和华啊，舒家欢喜。所以今日呢，祝大家父亲节快乐。阿们，咱现在咧，搁刷落来，阿们，等去咧，主位来坐，感谢主。咱现在刷落来咧，就是咱人爱听突破，什么叫做突破？叫什么？福建呐，我嘛是讲了未清未楚，什么突破？叫什么？突破啊，破啊！突破之计，咱知影讲吼，咱今年的主题吼，歌曲吼，就是啥物？一句话，一句话，超过谁的话？超过千万人的话。啊，我会记得咧，我每三个月咧，我就爱敬拜团讲，定着爱唱一句话。等迄阵咧，我打电话麦哥突破之家的时阵咧，我讲麦哥。会使叫苏世民甲突破之家来袂？
因为咧真久无看到Pastor Simon 吼，真久无即甲即突破之家联络，真久无看到刷视频吼，我就真啊，我就甲麦哥联络，麦哥讲会使。过后咧，我一个敬拜团的姊妹文基姊妹讲牧师啊，我人三个唱了吼，六个你请来叫家己唱。叫伊家己唱，所以今日咧，伊无即突破之家咧，甲苏世明咧，不但要唱一句话吼，伊要唱真侪句话吼。恁人吼听歌吼爱敬拜主，因为这是诗歌哈，这是诗歌就是上帝的歌，所以咱咧听的时阵，咱讲上帝啊，是啊，你的话句、你的话句进入我的心，好无？借着上帝的诗歌，用诗歌来感动咱的心，好无？感谢主，感谢主啊！咱现在时间无多了吼，咱人啊来叫突破之家起来啊！突破之家的苏思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哇，你知影头先我来点声早起哦，我看我讲哦，今仔日这拜六早起应该是无虾米人了吼，因为到个爱九点的点声，佫是差不多七八个安尼款。哇，我来怎啊？即阵看了安侪哦，哦，你讲是后尾来哦。感谢主，大家平安。哎，感谢主，予咱这机会哦，一趟来遮哦，真久无来了哦，来为主做见证，来为主献诗歌。今仔日有真正侪新的诗歌要甲恁人分享哦。好像把这书生讲爱唱一句话，咱能先唱一句话先，好不好？哦，上帝的一句话赢过世间人千百万句话啊！阿门！哦，哈利路亚！上帝的话，你就藏在心肝底，世间人的话，你不免听较多。上帝一句话，赢过人千百万句话，伊是全能的上帝。上帝的话，你就藏在心肝底，相信有偌多，就领受有偌多。上帝一句话，赢过人千百万句话，我的人生充满希望，因伊的一句话。咱就是神造的人，咱若是踮在基督内底，旧的已经过去，拢变成新的。咱就是神造的人，咱若是踮在基督内底，旧的已经过去，拢变成新的。圣经甲咱讲，老人伫耶稣基督内底，伊就是新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了，拢变成新的了。上帝的话，你就藏在心肝底，世间人的话，你不免听较多。上帝一句话，赢过人千百万句话，伊是全能的上帝。上帝的话，你就藏在心肝底，相信有偌多，就领受有偌多。上帝一句话，赢过人千百万句话，我的人生充满希望，因伊的一句话。
咱就是新造的人，咱若是踮在基督内底，旧的已经过去，拢变成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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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的已经过去，拢变成新的。我生命得到改变，因伊的一句话。哈利路亚！上帝一句话够力咯，够力无？够力吼！让人家弄弄哦哦，面顶 house 的声无 ，house 的声开着啊，感谢你，嗯，所以咱人拢伫遮台顶的吼，甲台下的啊，啊，拢拢皆是因为有个人因为上帝一句话，生命得到改变，上帝一句话，病痛得到医治。上帝一句话，好，生命不过在小小，感谢主，主就是咱的希望，人生的人生的希望，是不？人生的希望，好，来来唱新歌，这拢是咱最新啊，马路的今年内面写的歌，哦。一口气写到十几歌啊，好哇！拢咱拢伫遐啦，拢当伫遐拢合作哦。今仔日咱是有福气的，要听新歌。人讲人生的希望是有前途有头路，但前路暗暗，实在行无路。就今来信耶稣，伊是唯一的道路。人免阁烦恼，万事有耶稣。来称颂主耶稣，我欲倚落主满满的祝福。心内将喜乐，来呀来呀大家摇，来呀来呀大家唱，信主耶稣是咱的希望。所以信主耶稣是咱人生的希望，哎，所以咱人生的希望不是爱钓尾标哦，不是爱干哪。欢欢喜喜过日子尔，咱人生的希望是要来信主耶稣，阿门。人讲人生的希望是有前途有头路，但前路暗暗，实在行无路。咱就紧来信耶稣。伊是唯一的道路，难免阁烦恼，万事有耶稣。来称颂主耶稣，我欲倚落主满满的祝福，心内将喜乐。来呀来呀大家来呀来呀大家唱，信主耶稣是咱的希望。
来听兄主耶稣，我被恶路主满满的祝福，心内就起落。来呀来呀带给牛，来呀来呀带给手，心主耶稣是咱的希望，心主耶稣是咱的希望，心主耶稣是咱的希望。阿门，哈利路亚。来，再来一条，主是咱的希望。主是咱的希望，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主你安尼疼咱人。爱我的主耶稣，做我永远的伴。主伊爱我，无条件，伊牺牲拢为着我。爱我的主耶稣，伊是我的牧者。主伊爱我，主的羊仔会明白主的叫声。伊是救主，无咱是命，心若有主毋免惊。咱的心声，主拢知影，勇敢向前行。伊是道路，真理是命，相信的人有永生吧。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无照着我，无人会通去到地下。所以，咱人得特别来信主耶稣。阿门！得到这个永生的恩吧。爱我的主耶稣，做我永远的伴。主伊爱我，无条件。伊牺牲拢为着我，爱我的主耶稣，伊是我的牧者。主伊爱我，主的羊仔会明白主的叫声。伊是救主，保咱性命。心若有主毋免惊，咱的心声主拢知影，勇敢向前行。伊是道路，真理是命，相信的人有永生吧。伊是救主，保咱性命。心若有主，毋免惊。咱的心声，主拢知影。勇敢向前行。伊是道路，真理是命。相信的人。永生毋忘，世间的人，就是咱的希望。世间的人，就是咱的希望。
捌听过咱个见证，人拢会知影，咱古早计是一群生活伫即个黑暗的生活内底，吼、哦，咱伫即个人生的孤单路内底，就是家己一个人行，有朋友行，也是一个三教九流的人，吸毒的人，人生的孤单路，吼、哦。啊，准备来唱首《人生孤单路》，好。但是，就像咱接受耶稣了后，咱的人生不搁再孤单，因为有耶稣陪咱到顶行。人生孤单路。有啥人作伴？啥人了解我心内的苦？世间有一位基督大君王，主耶稣是世人的盼望。行过风雨日，经历时。命苦，不再孤单，我心有耶稣。上加我同在，使我心喜乐，莫阁流浪，人生就有出路。哈利路亚，我的主耶稣。穿上你的生命最喜乐，因为你予我无限的疼爱，看顾我人生的每一步。哈利路亚，我的主耶稣。世间虽有苦难，我有平安。愿将生命交乎你，完全交乎你，我愿意一生跟随你。若是讲你心内面有认同来讲，请你举手。公主啊，我愿意将我的生命交乎你，愿意一生来跟随你。有安尼款的人无？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你会使对我最近来学唱这段歌。行过风雨日，经历生命苦。不再孤单，我心有耶稣。上加我同在，使我心喜乐，莫阁流浪，人生就有出路。哈利路亚，我的主耶稣，穿上你的生命。因为你予我无限的疼爱，看顾我人生的每一步。哈利路亚，我的主耶稣。世间虽有苦难，我有平安。愿将生命交乎你，完全交乎你，我愿意一生跟随你。愿将生命交乎你，完全交乎你，我愿意一生跟随你。
我相信有真侪人捌听过我的见证，吼、哦，捌听过我的见证，人就知影我古早是一个吸毒者，哦，因为爸爸吸毒，我学老人家吸毒，第十一岁就吸毒，和政府抓了超过十几摆，送入去加急，送入去戒毒所，入出十几摆，伫内底待了要到二十年。第人看来，这个人是无药可救、无药可医的。但是感谢主，主的爱、主的恩典、主救赎的恩典临到我身躯顶。我落尾一摆吸毒，伫内底听了福音，我将我心内边感动，我将我生命奉献了主。然后咧，主就带领我来到突破之家，哦，来学习。伫突破之家，神真正赐恩赐福给我。伫突破之家，我拿了换车的来生。哦，我娶到水某，哦，然后我阁成为一个福音的歌手诶，哇！上帝，我即个温书来写歌来唱歌，啊，出了真正侪 CD， 啊，去到真正侪教会、真正侪国家来为主做见证。那有一日，啊，真正侪年，真正侪年了后，有一个牧师来跟我讲，伊讲说明，我真替你担心。我安怎呢？什么代志你为了担心？伊讲你的掌声过侪了，你掌声太多了。我讲什么意思呢？伊讲你爱谦卑，哦，卖骄傲。我袂咧，我感觉袂骄傲，我变谦卑的咧。伊讲当你讲你谦卑，你就不是袂谦卑了，你就是骄傲了了。我讲是咩？我对这个牧师讲了无什么欢喜，但是今仔你话知讲的是对的。因为安怎呢？我真正无闲，即暑假吼，哦，直直去唱歌，直直去为主做见证，卖 CD 类弹愈侪吼，就袂去神了啦。我无时间祈祷，因为我真正无闲，我暑假啊，我真正无闲啊，爱去传福音嘛，我无闲甲主沟通，我无时间读圣经。我的祈祷本速地了，不是祈祷五分钟、六分钟、三分钟、九分钟，慢慢两句话就搞定了。安尼看变哪款，我属灵的生命就慢慢滚下坡。所以当引诱试探临到我的身躯顶，点啥，我就搁再跋倒了。所以你人听的谣言是有影的啦吼，但是听讲我搞外婆离婚是无影的啦吼。哈，苏贞宝都问我你搞一部好无？我讲好，我搁开我的定位去听。哦，我搞一部无代志，我一部真正听我，一直滴给我机会，一直滴给我机会。伊相信这人是有好调的，神有呼召，神的拣选有呼召是永不后悔的。阿门。所以伊爱我就爱我到底，爱无爱我到一半。哦，所以。一知影，所以一直滴论，滴滴为我祈祷，为我敬谢祈祷。但是落尾一摆，我知吸毒是无好的。我古早本是默受，真正痛苦。但是我搁再跋倒，我真见笑。我无面见我的牧师，我无面见弟兄姊妹，我无面见人，我都无接，无搁再接人邀请我去教会了。我就是在那几年，哇，真多年，在毒海里面的默受，真痛苦，这款的日子真痛苦。但是到家有一日，我相信是弟兄姊妹为我祈祷，我第三说明的跟你讲感谢，我相信啊、是上帝怜悯，上帝时间，让我看到，我靠着我家己无变。真的，我完全放下我自己的民主，放下自己的主观，放下自己的骄傲，完全完完全全的来跟上帝面前交通。然后呢，上帝就借着一班弟兄来鼓励我，搁再回来突破自己。感谢主，咱的总干事哦，西门牧师甲同工。本管理接受我，哦，管理接受我多登去到来，搁再学习，第一道搁再谦卑，哦，古早的人，我咧带领伊人的，即阵是伊人来带领我，哦，
哦，感谢主在遐，我完成我的课程了后，然后呢，上帝也感动我要委身在这个突破之家，这个福音戒毒的施工。感谢阿罗主啊，即阵今仔日我徛在遮，拢是上帝恩典。阿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姊妹你莫放弃，姊妹你莫放弃，上帝有伊的作为，上帝伫伊的时间，毋是你的时间咯，也毋是我的时间，伫伊的时间内底，伊会将这个困难，将你的问题变成一个祝福。阿门。所以我感谢我的上帝，感谢主。我唱要唱首歌，首歌叫做《不再走回头路》，也是我的心声。最近我弟兄写的吼，这不再走回头路，迈过行古早的路了。哦，咱就准备行天路。想起过去，我顾不唱，来，过来一摆，要紧。OK。这是我的心声，也是咱人过来人的心声，哦，不再走回头路。是的，以前一错再错，心中真的很无奈，有时在人的面前抬不起头来。但是上帝要我们作首不作尾，阿门。他挽回了我的生命。想起过去的时候，眼泪不禁的涌流，悔恨当初我一错再错，心中无奈抬不起头。心事能向谁诉说？谁能解开我枷锁？如今浪子已决心回头，引主的爱触动了我。一生跟随我主耶稣，不怕前路有多么艰苦，主会陪伴我，赐给我力量，我不再走回头路。一生跟随我主耶稣，不怕前路有多么艰苦，主会陪伴我，赐给我力量，我不再走回头路。是的，主啊，如今我也尝到主恩的滋味，尝到主爱，我不再走回头路。求主你在我以后的前面的道路继续的加添我力量，靠着主得胜又得胜。想起过去的时候，眼泪不禁的涌流，悔恨当初我一错再错，心中无奈抬不起头。心事能向谁诉说？谁能解开我枷锁？如今浪子已决心回头，引主的爱触动了我。一生跟随我主耶稣，不
怕前路有多么艰苦，主会陪伴我，赐给我力量，我不再走回头路，一生跟随我主耶稣，不怕前路有多么艰苦，主会陪伴我，赐给我力量，我不再走回头路，不再走回头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今天是庆祝父亲节，当然不会少过这个要唱爱的诗歌。好，这首诗歌是你如此爱我。我们之所以懂得爱，懂得孝顺我们的父母，那是因为神先爱我们。阿们。在这里我代表突破之家所有的弟兄们，向天下间所有的父母亲，祝你们父母亲双亲节快乐，父亲节快乐。祝福天下间所有的做老爸做爸爸做阿公做爷爷隆重父亲节快乐。阿们，你是如此爱我。你是如此爱我，爱到为我将你身体打破。你是如此爱我，默默地承担我所有的错。你是如此爱我，天涯到地极我无处可躲。你是如此爱我，爱到体恤我一切的软弱。我爱你，因为你先爱我。你的爱像赤身爱说啊，我别无所求，因为拥有你的爱，这一生我已足够。是主啊，这一生我拥有你的爱就已经足够了。主啊，感谢你在万人中你拣选我们，感谢主你拣选了那人成为主你的子女。你是如此爱我，爱到为我将你身体打破。你是如此爱我，默默地承担我所有的错。你是如此爱我，天涯到地极我无处可躲。你是如此爱我，爱到体恤我一切的软弱。我爱你，因为你先爱我。你的爱像赤身爱说啊，我别无所求，因为拥有你的爱，这一生我已足够啊，我别无所求，
因为拥有你的爱，这一生我已足够。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梁西门牧师。哦，感谢主，他要用神的话语来与大家一起勉励。啊，我们牧师刚刚打了的疫苗那个第三针，所以身体有一点疲累。哦，希望你们能够给他一点鼓励。哈利路亚，他虽然拖着身体疲累的身体，他也很愿意来到这里与大家一起用神的话语来勉励。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今日四面顶下，伊吟诗哦，俄罗斯，可我听了吼，我会困啊，先够力啦，先够力。感谢主吼，所以咱的确先感谢主的带领。感动咱的牧师，可观突破上头时间，有些真美好的机会，甲大家来庆祝这百姓节。那我的福建话咧，因为乡村的啦，有全部福建、马来语、福建、潮州啊，所以今日我来讲是讲新的话语，感谢主，那真感恩，今仔日就。真早，我那底下真早，伊人都来了吼，所以想起我真久无来，今日来了哇，真感谢主，是拜着金金了是最真正最的歌，所以今仔日我来到遮，我未爱表演吼，我未表演，我那是来甲大家讲，耶稣信耶稣真好啊，意思有那有耶稣，咱也是了解人生的意义。哦，咱人直接感恩，所以今仔日即对主来孝敬父母，哦，对，即段经文内底，对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十到第四十，恁做家己的，的确要对主来听从父母，实在是理所当然的，的确要孝敬父母，使你恁得福气，在此。第四十，长寿，我讲未来吼就荣华故了，感谢主。那啊，这是第一条，这是一条大应付的改变。你若做父亲的，唔通惹儿女的气，伊惹的意思是唔通为难做家己吼，即便叫做主的教训，加警戒吼来养育他们，那阿头几多？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你。今日咱人正定下机会，会通伫毕士大教会来庆祝父亲节。所以啊，我想起今仔日无主耶稣，我也袂通伫遮吟诗来阿罗主的名。所以我感谢你，求主的圣灵大大感动咱，恩膏你仆人，可能讲的、哦听的，拢得着些美好上好的福气。感谢主，我安尼感恩祈祷，奉主耶稣圣名求，阿门，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姊妹，今仔日有几点要给大家来分享哦？安怎款咱来孝敬父母？安怎款咱伫主内要听啊？咱的父母的话语，这有三点。那安怎款来孝敬父母？第一点。就是要关心咱父母的感受，第二点是关心父母的需要，第三点关心父母的母恩，感谢主吼。所以咱今仔日的确咱做囝仔的，现在有福气，是神特别看重啊，即个孝敬父母啊。第古约十的诫命哦，头四条诫命。是跟家人讲讲，咱人甲上帝的关系，上帝要的确要伫咱心顶实践伊的救恩的工课，可能会不易哦。所以咱真正感谢主。所以今天日咱人的确按照来孝敬父母呢，咱人的确要感受因的
伊会感受吼，关心爸母会感受，就是咱会对爸母唔通无情吼，唔通当作爸母是真个普通的一件事，是是圣经顶只真只看重，就只会孝敬爸母。咱人世人有一句话讲哦，百善吼孝为先，哇，咱人华人吼，咱人等人人也是真只看重，看重个孝顺。孝敬爸母，的确感谢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哦，阮突破弟兄今日在遮来为主做见证，来为主认识。你看到阮那几个人吼，古早嘛那会孝敬爸母的，哦，就是未通会关心爸母的感受。古早阮人我行我素，咱人行四条路，这世界路的遐，阮人常常就是靠着家己。靠著家己，所以咱未明白安怎上帝的确要施恩施福，何可能只叫带着应允的诫命？感谢主。所以古约圣经甲咱讲，上帝更加看起看重这敬畏哦，孝敬父母这条诫命，而且的确是带着应许的诫命。所以底下姊妹，咱真正感恩吼。今天就的確我們可以來慶祝，就是要感受到在主耶穌裡面祂所為我們準備的這些福，感恩哈利路亞。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想起這個舊約的聖典，人跟人之間的關係，就是祂孝敬父母作為開始。头四条诫命是讲咱按照敬畏敬拜是独一精神哦，但咱唔通换称耶和华名，咱的确要安守，即安息日。所以对五条意思讲，恁的确要孝敬父母，这是一条带着应允的诫命，感谢主。所以底下几位，咱能。会知呀，每一年，咱人爱来好来表达咱对爸母的心，对不？所以为什么按呢款做呢？因为的确上帝要大大施恩给咱。今仔日真正最惊日的吼，伊人未通孝敬爸母，啊，伊人是安怎为家己，为着家己。所以圣经里的特别提醒人吼，咱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是以孝敬父母作为一个开始。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我想起上帝在咱身上做奇妙的工作，咱的确要在主内来关心父母的感受，感谢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说明伊与主跟做见证哦，伊来到那突破有二十几年了。那是这一拜的，伊上帝大大施恩所福给伊，但是呢，伊有了上帝的福以后呢，那有名了，然后那有累，但是伊唔记得上帝，伊离开主了，伊离开主。但是阮会深深会知影，在伊的心顶，特别是主耶稣在伊心底做了真正大的事，感动了伊。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人，那伊信主了无久，阿嬷86岁也来信主，那为什么呢？因为阿嬷看到这个孙吼，伊的生命因为信耶稣拢改变了，所以阿嬷的确心内真感动，不甲伊讲话吼，那是你信主你会改变，我的确要来信主耶稣。Amen， 感谢主哈。所以说说明，伊特别是为主所见证。自从伊无恩了以后咧，伊的确伊讲个阿嬷也是因为孙来信主，但是伊讲阿嬷以前无信，真正痛苦哦，伊真正艰苦。为什么咧？因为因为失败去加个去看说说明，看了就看伊囝，囝看了就看孙。为什么？因为伊啊，所说明嘅老爸也是吸毒者，也是吸毒嘅吼，所以伊人肥囝对家老来对
小上关到小上嘅房间，真有时伊家己真正歹势，老爸介做家关到家楼内底，但是真正奇妙，吼，真正奇妙，对教会一摆，伊伫家家内底，神嘅话语临到伊，神嘅福音显伊显明，伊对家家内底就信主了，伊回应主嘅听，了。在家家裡面，他寫了頭一首詩歌，什麼詩歌呢？就是讚美感謝你，這首詩歌。他頭一次做這條歌，特別，真的特別的，可能會感受到神在他身上做了真的奇妙的大事。因為他沒有受過什麼音樂、聲樂的訓練，但是神在他身上感動了，拯救了他。伊有了主耶稣做伊个人的救主，伊接受耶稣的同时，伊接受了爱，因为耶稣就是爱，所以伊伫家个内底，伊就写了这首歌，这是首诗歌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哇，真正奇妙！因为你伫这世间吼，你叫一个神学家，还是牧师传道，还是一个基督徒？简简单单的将三位一体的神来奉献，来显明出来，无罪人会通做出安生款的感动，会触摸人心、震撼人心的诗歌。因为啥？就是咱过来人的诗歌。感谢主，说明伊的确有主了以后咧，伊会感受就出来，老爸还有。他阿嬷会感受，哇！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今仔日，伊就为主做见证。我特别是会记得，伊讲伊阿嬷特别是来看伊伫家国内底，伊就特别是甲阿嬷讲，即失败是叫袂失败了。我出去定爱改变了，我得较要改变了。了阿嬷真正有幽默，伊讲你甲我讲安尼生侪年，哦，你要改变。到底你是要改伊个裤脚，还是裤头？阿嬷真正，伊是信主，伊讲话真幽默个吼。哦，我咱二十庆祝突破二十周年个纪念个庆典，阿嬷感恩信主啊，伊是伊就伫台顶为主做见证。我真正奇妙吼，啊，老人家的确啊，伊因为孙个生命改变，伊也无恩无恨了。因为这是一条神诶可能诶祝福哦，所以啊，第时啊，安怎看待人会当关心父母了？亲像阮这一帮浪子，浪子，卖讲浪子，甚至让基督徒信主诶人，但人真正最歹，也是忘记了这条诫命。孝敬父母，使我们得福。在世想长寿，但当真正嘴巴做行的吼，咱现在真正亏欠，咱真正亏欠。我会记得我的阿姑，啊，伊因为咱阿公，啊，伊过身了，然后咧，伊啊，还未出兵的景点，伊就买了新做一个纸的厝吼，真大间，哦。另外，我问阿姑啦，你做这纸的厝安尼大间，你到底是什么徛？伊讲是靠阿公阿妈徛啦，因为都调休位，但阿公阿妈从来都无徛到这个政府厝吼，忙个吼，所以始终让伊已经归心，在那做这个厝，烧了可以啦，啊，因为一直是那个无徛到阿嬷厝，哦，政府厝，所以现在底下几位。是我的阿姑啊，我的阿姑真正可爱啊！你一继续一讲落去，一讲你知无？咱人做一个厝，靠阿公阿妈吼，将来咱去的景点无三房，也是有五房啊！伊人是我的阿姑真正聪明的吼，那是今仔日咱人的确，咱人爱来孝敬父母，是安怎讲孝敬？只要一圣经讲，的确为的主来，的主来对，咱人爱孝敬父母，因为圣经甲人讲，恁的确恁做家己的，为着主来
听从父母，哇，这个位真高难哦。所以咱人得主来对，咱人能纪念哦，咱父母的感受噶。那伊得知道咱听得主来，就是艺术家能讲是安怎要得主来呢？伊的经历是真正简单。伊敢能讲，因为耶稣基督得生前哦，伊孝敬父母，伊得死前哦，伊得十二个钉钉就十二个钉，伊个纪念伊的老母。伊讲母亲，你看你的囝，然后对伊一个许多约翰，对伊讲，那约翰，你看你的老母。所以耶稣基督，伊生前的景点，伊孝敬父母，伊顺从父母心，然后呢，那伊也是真正感恩，就是就等伊得主来，伊听主的孝敬父母，是因为伊得主来对。得到这个力量，所以刚才伊演的这首歌，那是伫耶稣基督来对的了。的确，咱是一个信主的人，但咱伫耶稣来对吼，咱人也去无好个，也去自私个吼，未关心父母的感受，也会离开咱。的确，咱伫主来对有一个新的愿望，就是咱一信耶稣，咱人会感受着咱会出来个人需要。我诶也是记得1977年。我一信主了，真正奇妙。我一信主了，就会明白，咱阿公阿嬷，我之所以就伫阿公阿嬷的厝徛，为什么？因为我老母生四个查甫囝，我的老爸当我伫三岁前点归信了，所以老母要带四个查甫囝，我排队是上歹的，可父母烦恼就是我的，哦，所以当时，咱人伫主内底了吼，我会明白神的旨意。安怎看呢？就是咱要听从父母，来为主啊，来做美好的见证人。什么见证呢？就是我一信主了以后，我想起我之所以定定伫阿公阿嬷的厝内徛，那之前呢，我一信主，我关心着因的需要，所以安怎看关心呢？我买一束束甲遮个物件啦，亲像薄饼、蒜头油鸡、咸烧狗狗，哦，福建话你着少会听有，炒粿条上好是青咸啦，哦是，所以我一信主了后，我感受到阿公妈妈，哦，他老人家自小就照顾我，那我的因为我青少年的时候很坏蛋，参加社会党，同时吸毒。所以我一个人吸毒，全家人受苦受害，害人害己，所以我的老母无一日好过，好平安的过日子。但是感谢主，当阮在耶稣基督内底真正，咱人会感受了父母，那会安怎会知呀？伊人个需要，所以我就买这个艺术家食的物件，炒粿条啦，薄饼，特别是鹅肉，拢是哦，真因人就像人成熟个只。另外一个甜品也是啊，也是老人家成熟个。所以，我会再感觉到老人家的需要的重点，咱人得看，咱人要献可主，将咱人来孝敬咧，在世人面头前来显明，让得看在主内底是完全改变人。甲古早无相了，所以咱人今仔日呢，咱人爱关心父母的感受，会关心父母的需要。所以请问你信主还是无信主吼？你对父母的态度是安怎款？你会关心伊无？伊的需要？但是真正最歹，咱人未关心，咱关心是咱家己，咱的某囝。哦，咱个心思，咱个那就是拢是咱无将父母看得望来，真正做一摆，咱就是安尼生款。所以咱明白咱个父母个需要性点，咱个无想了，咱能诶尽咱个本分。啊，亲像我一信主，我就买一个艺术老人家书架只个物件。哦，你讲要行两个少，一去马大义干啦，将伊10个少哦。我要走日来底两三个少，
差不多大概礼拜安尼款做。那亲爱弟兄姊妹，其实我求教阿公阿妈，我讲咱来祈祷好么？咱来祈祷，咱来相信耶稣，相信耶稣好么？伊答好啊，真好。然后我为伊祈祷，我甲阿公阿妈祈祷，那因对我祈祷，我讲一句，伊能对一句。到了一个礼拜了，一个两礼拜了，我搁再看阿公阿妈。我带着伊所有个食物件，那这一摆阿妈对我讲：“哎、欸，袂使啦，水果呾，恁我袂使庆祝来，水果呾，我呾，你替我改变庆祝好无？你替我古早烧鸭片、拍毛灰、日出加炉、加顶两斤，你呾我今日庆祝好无好？”伊呾死哩吼，你信主真好哩！我那就是安尼先讲，当一信主吼，咱全家人有平安有喜乐，吼，真正感恩。的确，弟兄姊妹，咱人伫主内底要得较听从父母，哦，咱人爱顺服父母，因为圣经特别甲人讲，你们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但是信家最拜。咱人无变听从父母，因为咱现老人家真啰嗦，特别是因人老人家老了，袂通行，哦，袂通做代志吼。所以咱按怎款来孝敬咧，为因老人家做物件咧。然后看咧是真正老生常谈咯，真物件吼。但是的确是真正重要，真正简单的整理，但是真正侪人行袂出来，行袂出来。所以咱人爱听主的话语，那安怎款听呢？爱听了入心哦。安怎款听？咱爱用两个耳来听耶稣基督的话语啊，真正奇妙。你知咱人圣经马太福音书第十三章，甲人讲，伊讲个死的听道的人，伊人都撒种的死的无相像的土来地。那是四款就割出无相的果子哦。头出 A 是甚物呢？啊，伊讲耶稣讲，这个撒种的人出去撒种。伊头出粒，伊撒的地多咯咯，就是路旁的啊，路边的啊。路为甚物地路边呢？就是因为路边就是伊整只边头，然后呢，哦，伊笑飞来就该吃掉。意思讲什么呢？意思讲，咱人伫路边的种子，咱亲像路边安尼款，真正无闲啊，人来人往吼，咱人未家是，但咱要听父母的话吼。那家己单单有些种子是路边，路边就是表示车来车去吼，咱人无平安的，咱人真正无闲呀。那是感谢主耶稣，你别今仔日咱人会感受到神的话语的宝贵，咱人爱听道，咱爱听安怎款的，咱人要听入心。所以耶稣甲咱讲了有四款的人的心态，伊听道的心态，头一粒是落在路旁的，第二粒在土浅石头上，第三粒落在荆棘里面，第四粒落在一个河土内底。所以这是四款，你是第二款呢？你听主的话语了，你安怎看呢？你有回应无？一个人听主的话语了，伊就会了解神的心意，然后伊所做一切呢，是按照神的感动、神的带领。所以咱人在听道的重点，特别咱爱听一心呀。伊讲四粒的路径，伊就是安尼些款，吼，人行来行去，无专心听神的话语。对一粒呢，伊就落在前途吼，伊浅的土的石头顶。那是伊需要伊耶稣伊归水，按怎款人听了吼，伊有发的光啊，但是光呢，就日头出来，伊就打去了。伊意思什么意思？讲一个人信主的人家已经欢喜，已经欢喜啊，但是伊无偌久，伊为着伊的道受逼迫。哦，人讲话相依吼，伊就无变会面对，伊就离开了主了。所以圣经教人讲，咱听到的真点，听了真欢喜，是无？但是唔通做第二粒，就面对困难难做的真点，
咱人就放散了。但是圣经甲咱讲，听道的人的确，你要伫埋葬土好土里面。对三观是一个人听道了吼，哇，已经欢喜，一直成长。但是无偌久呢，伊的世界犹如烦恼吼，世界压力就跌掉，即个经济跌掉，即个伊的生命的伊的道吼，未通真啊，就会伫伊的心内做奇妙的工作。哦，伊无伊才长大了，因为即世界问题烦恼，伊就难做伊了。恁人有安尼款无？有吼，所说明就是有安尼款，伊的经历。一直有累了，哦，伊有名了，但是伊唔记得住了，所以伊无变长大。伊离开住要七年啊，七年。伊讲哇，我七年，我温哥拢是无去了，我真痛苦，行在黑暗的阿尾行，做甚物物件，心内拢无平安。直到今仔日，你看到伊，哇，伊今仔日伊谦卑，伊讲我今仔日伫住内底吼，我有感受着主。真正听我，无放手我哦。虽然我离开主，但是主永远无离开我。哈利路亚！所以今天伊你听到伊讲了一个见证，伊讲落来日子我要奉献，得突破内底来释放主，来用这个基督教来传福音。感谢主，伊在主内底伊就感受到了哦，主的大恩典的圣灵。伊落来日子呢，就是的确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咱能怀疑一次吼，咱怀疑一次吼，有者耶稣或者耶和华吼，头一个字吼是耶，就是一个耳镜，后尾一个哈，也是一个耳镜吼。所以这两个耶稣就有两个耳，哦，两个耳朵，两只耳朵。为什么呢？哦，那真正奇妙，那是用属灵的意义来归属啊，真正有意思啦。这意思是讲啥？就是咱听道，咱听道的重点，就是咱领受新的话语。那是咱自己的后土内底，咱就结出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的果实。哇，这真正好。所以的确，咱人在主内底的真正吼，咱人会明白新的旨意。哦，咱人所做的一切，拢会荣神益人、爱人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得看，咱得要看，得主来听从父母哦，伊的感受甲伊的需要。哈利路亚！最后，你在我这七十七年，我是信主了以后呢，我就感动，我是到处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到今仔日啊，七十七年，我阁继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过去也会长头毛、长长的小样，可能看的吼。我那以前是甚么款的人？我也可能看啦。哦，伊的小样，你看长头毛吼，我这是我来的吼。但是唔通误会啦，我咪第三款的人哈。我是真正的歹囝，我最吸毒的吼。哦，这小样是1968年所拍的。六十八年到今仔日，哇，都比爱过十年了。所以我古早就是安尼生款的人。那我拢是啥物？吸毒的人是关心家己的需要，马来关心父母，对不？有时靠老母100块，无啦，估计也多等200块，就是安尼款的吼。咱人的人就是安尼款。但是感谢主，当你伫主内底吼，你就听从的吼，你就是爱听神的话，因为这边入，这边出。啊，那那听，所以耶稣这个名，特别吼，按照他的字形吼，伊是两个意思，讲那左耳、右耳爱听到入到心来，唔通可以留记去吼。咱的确，咱是信主来，伫主来对吼，咱能常常爱听着主的话语，就主的话语就直感染心来咧，咱能袂得罪上帝。咱能反对咧，有主的恩典，主的灵力在咱心顶，咱能会祝福，咱来做父母。让人有这信心、爱心、热心来关心父母的需要，感谢主。所以我这小伢1977年信主了以后呢，真正奇妙哦！我就家教的头毛变作西门德的头毛，哇！对下子日去吼，我的老母，
我二舅、二金、三舅、三金，我的大兄、我的堂弟兄、表弟兄姐妹，一个一个拢来信耶稣。那为什么呢？因为咱一个信主的人，特别咱会关心父母的无恩。咱能今日无恩了，享受神可能会福气啊。但是呢，更加重要是什么呢？咱人爱带领父母来信主，因为伊若是无信主，将来哦，伊离开世界，伊去倒落去咧，一定要去啊，跟咱去的地方无相像。只有伫耶稣基督内底，咱就信主的人，咱人会知到咱去到天堂去。所以神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确，上帝疼世间人，并且赐予伊的独生子，信伊的人无骨再灭亡，反得着永远的活命。哈利路亚！所以，咱安怎看孝顺？咱人果是少年，伊老人家那是无信主未得救，我是咪我孝顺？是外表的，阿咪，我会使关心每物件可以吃，可以累，但是呢，更重要是伊有无温饱。父母因为咱信主以来无温饱，所以我一信主了后，一个一个带领伊人信主，你叫阿公阿妈信主无可能的吼。啊，我二舅伊个是伫庙内底做财政的。但是一看我信主吼，一无想起了咧，特别现在无想了。那亲像我有一个弟兄吼，我一个弟兄，伊个名叫冰来，李冰来，即阵是牧师了啦。伊即阵伫加拿大温哥华遐开始突破诶工课。那李冰来吼，伊真正奇妙，伊见证，我当好咧听。1992年，伊来到突破宣道之家。伊信主了吼，伊就改变了。有一日，伊倒去厝内，探访老爸老母。伊老爸是小鸦片的，老爸是小鸦片的，所以伊就讲，你人的确要哦，你的确要跟厝内人传福音。所以一直信主了，伊关心父母个需要，伊人会得救未得救？你看伊。伊古煞是跳拉扎太子的吼，那一直信主了，伊讲了几句话，几个美好的见证。伊讲什么呢？伊讲哦，我一日我都等探访父母，我来到厝内门口啊，就看见我隔壁阿嫂甲我的老母讲话啊，等伊就继续讲落去。伊讲伊个隔壁一个阿嫂回头就看到兵来。伊就转头对伊个老爸老母讲，对伊个老母讲：，哇嫂啊嫂啊，哇你个囝以前吼食白粉食到亲干那一只老狗，哇即阵食耶稣食到安尼烟斗啊，哇是伊袂烟斗，你看伊面吼，哦毛病毛病啊。但是为什么伊个厝边阿嫂看会出伊是无想个，过去是老狗即阵烟斗？为什么？因为本来古早是真歹。性格真歹，吼啊，就是要跟人相拍，伊是歹镜头吼，但人要欺负人吼啊，但是感谢主，伊就信主了以后呢，伊无过再受伤了，伊就一个一个带伊个老爸老母，老爸是小鸦片的在厝内，大爸要我阁拍伊个小影吼，然后伊一个一个带领伊人来信主，伊个老爸伊个老母拢来信主，然后呢无偌久吼。几哪个月，三个月，到六个月之间吼，伊老爸先归信，然后落来伊老母也归信。但是你莫担心嘛，要一信主就要回去天堂去啊，唔系，无些代志的吼。咱一信主人，得到要伫主内底吼，咱人爱享受神可能个福气。说什么福气？是说今日的福气，咱爱领受。但是这条福气，这个诫命吼，是让人最忽略的诫命。所以今仔日，咱那是家己头有些亏欠，让人较紧悔改。
咱若有机会趁做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哥阿弟都得尽点为因祈祷，为因祈祷，多让因人来教会，多让因人来信主。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这个人的确一直信主了吼，一直关心，一出来大大细细吼，诶，伊人个灵魂，那亲像我慢慢一个拢信主了，哦，真正奇妙。安怎呢？因为我为因祈祷，我每一摆纪念出来的老人家，我都提到主啊，唔通替因人离开世界吼，无得到你的救恩，你爱接伊上好，伊得到救恩，伊成为上帝的儿子。然后你，伊那是伊爱离开无问题，因为将来咱人在天顶，佫要三会，哈利路亚。所以亲爱弟兄姊妹，的确，咱人伫耶稣内底吼，咱爱做一个孝顺的儿子，就是第一要关心父母的感受，第二就是要关心父母的需要，第三要关心父母的无恩。伊今仔日，咱人有出来人祷告无？咱人有关心因灵魂得救无？那是有，我相信啊，你得救，你会知影，想先要得带着你来带领出来人信主。亲像咱的那个苏世明介绍，一个带老阿妈86岁信主，伊一年后咧得突破。啊，那一个牧师推人水里，阿公，因为阿妈，伊阿公过身了，是阿妈，甲伊得突破出个水里，哈利路亚。然后伊继续落去，带伊老爸阿婶来信主，也阿姑阿姨会，哦，感谢主。所以的确，咱人今日，咱人爱做一个孝顺的儿子，特别咱爱听，爱晓听，听安怎讲听，用两只耳，咱人听了吼。本单单听到，咱也是要行道啊！只要听两个，伊入心内底哦。伊个话语袂走，伊是入心内。你有主个话语伫你心内啊！哇，你永远哦袂放弃，你永远袂灰心，因为伫主爱内底，的确永远无煞。神个爱继续感动咱，激励咱。啊，亲像阮突破今仔日，咱人经历真正侪歌哦，咱人为主做见证，为主写歌，唱出伫主耶稣内底的奇妙哦，神的作为，阿门阿门哈，感谢主。所以阮今仔日来庆祝父母的圣典啊，上好，咱关心父母，咱爱为伊祈祷，日每为因祈祷。然后咧有机会咧啊，买物件可以人写啦，哦，上重要就是爱知影因的需要是啥物，唔通买伊无需要食的物件吼，就买伊需要食的物件。然后为伊做代志真好，老人家老了，袂通背还背债，袂通做真正做物件。但是你暂时会家己着心地的心定做工，就是要通过你到那爸母来归向主耶稣。你就是的确无亏欠神的应有了，哈利路亚！我能真正感恩，所以亲爱的弟兄啊姊妹，咱只想背吟这首诗歌，让爱动起来，让请咱突破弟兄国起来，让爱动起来。那今仔日咱的确真心正感恩哦，咱人的牧师的邀请，会通来到遮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人，哈利路亚！那亲爱的朋友，今仔日你伫厝内听主的话语无？神的话语你听了会感动，但是唔通消灭生命的感动。继续听多了吼，两个耳听入伫心内底。你讲无论做甚物，你拢对心内为主做。你无论做甚物，你拢要得应有神的名。Amen， 感谢主。这首诗歌是真正感动人哦，甚至你可主耶稣的爱在你心里动起来吧。哈利路亚。
原神的爱充满你，感动你。阿门。生命充满了色彩，你的关怀随春风飘来，不管明天阳光是否存在，因为有了你的爱，人生不会再无奈，你的关怀会走阴霾，我会开心面对未来。让爱动起来吧，让爱动起来，生命可以充满期待，让爱动起来，美丽花儿为你而开，让爱动起来，黑夜不会再徘徊，让爱动起来，谢谢你真心的爱，让爱动起来，生命可以充满期待，让爱动起来，美丽花儿为你而开，让爱动起来，黑夜不会在徘徊，让爱动起来，谢谢你真心的爱。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让爱动起来，现在就让主的爱，让爱动起来，在你的心里面动起来，我们让爱动起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爱动起来，谢谢你真心的感谢赞美主。亲爱的朋友，今日就靠主耶稣的你心来动起来，你今仔日你若是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当时你也接受了爱，因为耶稣就是爱，所以主的爱在你心里，你永远无想无就是不再是一样的。亲像阮姊弟兄以前真的很可恶、不可爱、令人讨厌的吸毒者吼，但是今天这点，阮姊信主耶稣特别无想了。阮那以前是毛毛虫，但是一信主的，阮们变成彩色缤纷的蝴蝶。哈利路亚，太好了啊！感谢主。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无论今日你偌老了吼，阿家你爸母有在诶购物地吼，啊，照顾老爸母无简单的吼。但是这就是神爱人安尼宽恕，得主来让人听从父母的话语，因为这是神这条应允的诫命，就是要祝福人，让人可以让在世界长命。我今年70岁啊，七十岁了吼，真紧吼，是77年信主到今仔日，
我今年刚好七十岁哈，哈利路亚！你看你信主的人好不？好不？好不？好，那大声点啵！阿门！啊，阿门！感谢主哈！所以你看见我那几帮弟兄，也是信主了哈，娶啵生囝，伊人娶条啵拢真水个了，你讲大后生也有啊，哇，真正好个吼！所以，咱啊今日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伫遮，甲咱弟兄姊妹来三甲勉励，三甲来就是祝福。咱啊即阵做一个感恩的祈祷，咱阿头祈祷。亲爱的天父，天父，我感谢你，因为你就是爱，你疼我人世间人。你永远无白杀我，所以我真正感恩。求主的圣灵大大感动，充满咱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有恩高的智慧，而明白主你个真理，会通各位人是信主的人，会把着真理的人，咱伫主内是享受真正的自由。主啊，我爱感谢你，亲爱的朋友，最近我要做一个罪人的祈祷。那是你是头一摆来到教会，还是来了几廿摆？但是你还未信主耶稣，今仔日就是真正好的机会，可你会明白神对你的爱，就主耶稣在你心内感动充满你，你对今仔日开始，你会通做你以前无变做的代志哦，你会通做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人来祝福咱厝内诶，老人家，咱诶爸母，咱诶阿哥阿弟，咱诶阿公阿妈，圣灵大大感动你甲我。主啊，我感谢你，求主你带领咱正听下这些亲爱的朋友，咱真正要做一个罪人的基督，请咱的朋友，你若信主，你若要接受主，请就顺拍开了心门，对我讲，我讲一句，你也讲一句。同时，你心内要对咱的天父、咱的主耶稣讲的，请你对我，亲爱的天父，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我感谢你，你真正疼我，你真正疼我，你永远无放散我，你永远无放散我，甚至你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顶，甚至你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顶，感谢主耶稣，感谢主耶稣，你为咱的罪死了。你为咱的罪死，但是第三日你得死来过我起来。第三日得死来过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主耶稣，求你的爱充满我的心，求你的爱充满我的心。可我对今仔日开始，可我对今仔日开始，经历了生命的改变，经历了生命的改变。可我今仔日开始，我今仔日开始接受耶稣入我心内，接受耶稣入我心内。也想主耶稣的爱充满我的心，对今仔日开始，我爱要成为主的爱的见证人，我要成为主的爱的见证人，锻炼咱的爸母、阿公、阿妈，锻炼咱的爸母、阿公、阿妈，咱厝内每一个人，咱厝内每一个人，来明白，来接受主耶稣，来明白，来接受主耶稣，主，我感谢你，主，我感谢你。求圣灵充满我的心，求圣灵充满我的心，将神的爱浇灌在我心内，将圣灵的爱浇灌在。对今仔日开始，对今仔日开始，我要做一个孝顺的儿女，我要做一个孝顺的儿女，我要负起一个爱的使命，我的确要做负起一个做儿女的使命。我安尼感恩祈祷，感恩祈祷，奉主耶稣圣名求。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最后这首诗歌，请你来跟我们做一句好不？耶稣入我的心，我的心属啥人会知呢？哦，会知不能哈。咱了了了就做主的门徒了吼。你得有主耶稣的心来，了了就会晓做主的门徒。你若未无相信主吼，啊你。哦，这阿门的吼，感谢主，哈利路亚。咱来唱耶稣入我的心，你若是感动吼，你甲我做这个感恩的祈祷。
然后来为主来吟这首耶稣入我的心。我的心属谁人会知？我的心属谁人知？目屎滴滴流落来，我的心中充满了悲哀。日夜流浪风尘，一份才气我拢爱，生活点黑暗的世界。现在听着主的呼唤，主的脚步响起来，主的声音温回随你来。要我悔改，悔改，接受耶稣入心内，将黑暗改为光明。主耶稣，耶稣，进入我心内，你的爱上加我同在。主耶稣，耶稣，进入我心内，叫我明白主恩主的爱。主耶稣，耶稣，进入我心内，你的爱上加我同在。主耶稣，耶稣，进入我心内，叫我明白主恩主的爱，叫我明白主恩主的爱，叫我明白主恩主的爱。接下落来吼，你有接受耶稣无？你有接受耶稣讲阿门，阿门啊！你有接受耶稣无？有，手举起来，哈利路亚！手举起来，哦吼，哦，一只手无够，我讲三哈，即两三你就手举起来吼。OK， 亲爱朋友，准备未？你准备？但刚才是彩排，记住是敬礼了。你有够我做这个最顶的祈祷，记住就是你手举起来了，阿门。一二三，哈利路亚！感谢主，因为归靠主的名。咱出嘴来做主的门徒，好不好？咱来吟这首诗歌，咱信主了以后呢，咱人一世人被做一个感恩报恩的人，一世人做耶稣的基督的门徒，直到主耶稣的日子。Amen。看我的手，主耶稣，求你保守甲看顾，保守阮的心，顾阮的脚步，用心跟随你道路。看我的手，主耶稣，求你为阮来开路。一步过一步，跟你的脚步，不惊路途多艰苦。主耶稣啊，主耶稣，我欲做你的门徒。我欲做你的门徒。看我的手，主耶稣，求你保守甲看顾，
保守阮的心，顾阮的脚步，忠心跟随你道路。牵我的手，主耶稣，求你为阮来开路。一步过一步，跟你的脚步，不惊路途多艰苦。主耶稣，主耶稣，主耶稣啊，主耶稣，我欲做你的门徒。主耶稣啊，主耶稣，我欲做你的门徒。主耶稣啊，主耶稣，我阮欲做你的门徒，阮欲做你的门徒。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感谢。将神的甘托服侍。Amen, Amen。感谢主，卖落。咱感谢主哈，我知影讲哈，咱今日真正蒙恩，真正蒙恩，请坐。咱会知影讲哈，这个突破之家哈，因人就是靠着啊搬厝啦，啊开咖啡店啦，啊个什么？啊，油擦啦，啊，个什么？个推卡，啊，个推卡啦，啊，个唱歌啦，啊，个广播啦，吼，啊，个什么咧？出 CD 啦，吼，啊，所以咧，吼，这个就是啊，那人头先听的啊。上半段啊，就是伊人也未讲到之前唱的吼，把你一句话吼，是拿掉 CD 来对啦吼。啊，其他的吼，你人去网上查啦吼。啊，嗰是这个 CD 吼，上帝新出的，我看是干那一句话对不？啊，一句话，上帝新出的。啊，你人也是讲话有 CD player 吼，啊，但你唱一句话啦，因为这是今年人的主题歌啦吼。啊，也是讲哈，我想修改就是做主门徒啦。OK， 啊，牧师取消淡薄啦。OK， 这个 CD 是15号，你买一个也是15号，两个不是15号，是30号。OK， 啊，会记啊，你买三个是45号，啊，你买四个60号，啊，你夹一100号，阁有剩40号。OK。啊 ，OK， 所以你人也是讲哈，出来有 CD 的吼，会使来祝福伊人。牧师唔是吹箫，今日的目的咧唔是吹箫，今日的目的是啥物？祝福，甲身边人讲，我要祝福你，我要祝福你，对。所以咧，因为伊人会祝福，那嘛要祝福伊人多等。啊，你也要看管理咧，伊人的时光咧，这本册。免费的，卖做格针不低哈，我先讲啊，未使搞我做格针不低哈哈，啊，会使读的吼，会晓读的，会使读的，加去读啊，因咱有真侪册吼，啊，我吼有一个要求啦，我这个牧师吼，人来吼就是真侪要求啦，我讲吼最后一条歌，我也未做吼，祝福之情，啊，无你唱这条歌好不？那是有你的我的性命，哎呦，啊，有耶稣的咱的性命吼，咱就会当行出去。蒙恩蒙福，对不？那是有你，那我性命，我得能唱，但是我碎碎声唱。Jennifer 姊妹，你能有麦无？有无？无麦袂使唱。来 ，Jennifer 姊妹。啊。来让最来唱来。Jennifer 姊妹。那是有你，得我的性命，我就永远袂惊。
兄兄，风雨遐尼大，狂野遮尼宽，有你同在无忧愁。若是有你在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孤单。有你相作伴，甲你斗阵行，充满温暖袂畏寒。海水的干，石头的烂，你的疼痛无变化，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的干，石头的烂，你的疼痛无变化，温情这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念相偎。把这首扔你无唱。那是有你在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惊吓。风雨遐尼大，狂野遮尼宽，有你同在无忧愁。那是有你在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孤单。有你相作伴，甲你斗阵行，充满温暖袂畏寒。来，庄龙最近唱来。海水的大，石头的烂，你的疼痛无变化。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的大，石头的烂，你的疼痛无变化。温情这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念相偎。温情这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念相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的爱永远不变。那人做了主的门徒，那人就爱一生甲主念相偎，一生甲主念相偎。所以今日呢，咱听到美好的见证，咱也听到因人的心声，隆重每一条歌，就是因人对主的爱，因人唱出来的心声。所以因人的心声，咱不但爱领受，咱不爱放人心肝内底。现在站起来，咱来领受主的祝福，感谢主耶稣，咱来领受主的祝福出去，感谢主，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上甲恁正人同在。阿门，阿门。主祝福恁人，主祝福恁人。恁人会知无？这帮恁人来是因福建12月25号圣诞节，恁人来是因华语，好不？华文堂啊，恁人爱请恁人好不？现在咱人去拍广告 ，OK？ 感谢主爱买 CD 的哈，那外口哈，外口Juvina 会跟恁斗下手，祝祝福恁人，感谢恁人，感谢主，阿门。感谢主。